前三名由我们机车小优优哥来颁发，我们第三名得奖得主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张昭贤先生，张昭贤先生42号张昭贤先生第三名，神圣的讲座。好，由我们优经理颁发，他也是这次的评选人员哦。完了完了，太紧张了吗？太多香蕉在旁边是吗？我机车小优提供的方天戟，知道怎么装吗？哦，好好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先去买了吗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要多少钱？可以看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有钱吗？写在上面，镀铂的券。镀铂的券啊，紫铂镀铂，紫铂镀铂，对对对，紫铂镀铂的券。第二名的，第二名的，第二名的。请十全赛车的上来一下，请十全赛车，请十全兄弟赛车上来颁奖第二名奖项。十全赛车，十全赛车，阿弟也掐哪一家？在干啥呢？还附一只恐龙是怎样？那异形哦。啊，是怎样？啊，他可以骑吗？他骑在路上，骑台就会抓吧，你连牌都没有哎、欸，因为你是外星人。来来来，把车子改成这样。给你颁奖，因为十全赛车是我们的评审之一。可以发炮吗？轰轰轰轰这样吗？可以哦，你在敷衍我嘛？你看，哇哇哇什么哇什么？你家要第二名，你当然很压抑，是不是？送十全的太晚工，送十全的太晚工，还有也是十全有轮，有轮的安全帽，好好哦，第二个这个我收下来了，好好哦，你的，拿好多礼物哦。然后我们请风之体的老板请上台，麻烦我们本日活动冠军。烈哥，烈哥，请至舞台中中央，请我们第一名，第一名，就是那个 Hello Kitty 满车贴钻啊！好大的奖杯啊，好怕断掉。所以哦，有艺术天分的人都长得比较性格。你们看这个人兄，这样的性格的，你都得冠军了。好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